哎，兄弟，我先跟你说哈，等一下你到了我家头，我就跟我婆娘说，我今天补胎找了200五啊。啥子啊，姑姑？200五啊？补胎不是50块钱吗？哎，你就跟他说我那个轮胎早锯了五个钉子噻，就五个补了5个洞洞噻。要的姑姑要的，就知道哈，好要的。嘿，婆娘，我回来了，你看这周边坐我家来了。来了啊，这边来了，姐坐噻，来坐，快坐。要的，嫂子。婆娘是哪个回事？今天我车子遭钉子锯了，然后补胎呀，没得钱的，我就喊周平给我垫的。对了呗，对了呗。我的意思是你把钱还给人家。哎，不管是那个哥是哪号拿都可以呀。拿好多钱嘛？一共250块钱。250？以前补胎不是50的嘛？是啷个儿去的？今天我有点偏背，一下子遭锯了5个洞洞，所以说就遭了250。啥子250啊，哥哥？哎，你有啥子事情跟亲戚明说噻。男子把汉的，吃好多嘛就是好多嘛。亲戚，我跟你明说嘛，今天他补胎花了3000块钱。有人？咋个有个3000哦？哎呀，亲戚，我就跟你明说嘛，哥哥是换了两个新胎，找了3000，是我寄给他的。对头。你轮胎拿锯了吗？你补起就是噻。你换个新胎干啥子哦？是哪儿去的，婆娘？我那个轮胎不是早锯了5个洞洞噻，就相当于报废了。师傅都跟我说换新胎噻。啊，换一个的话，它一边高一边矮，就跟你们女娃儿穿那个高跟儿还一样的。它一个有等等，一个没等等。它走起就是那么摆的。它不平噻，走起就，所以就换两个，1500一个，两个就3000噻。就是这样子的。哪里开头啊？你跟我说只要250啊？哥哥是不敢让你晓得，他是想用他的零用钱每个月还250给我。哥哥，你也是，虽然说是男子汉，敢你承担吗？你就承担，不敢你承担的吗？你就不要孤老单身啊！你每个月还250给我，你就还好久不？就是。你也是，有啥子不好谈的嘛？这个东西嘛，该还的嘛就还了噻。这边来，我这正好有3000块钱，洗洗了哈。那亲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一下他吧。来，给我3000块钱。3000？我只跟讲了挣250，你这弄多咋子？嘿，你这安逸，给你挣3000块钱，你好请我去按摩洗脚噻。洗锤子脚洗。有的。我婆娘说换新胎，明天我婆娘一看，果然还是两个旧胎挂起，老子不上班啊！你真的是，你还洗脚的洗，洗个锤子洗，咋子啷整呢？啷个整呢？啷个整？那都只有把轮胎换了噻。当然这要换呀！这是个经理，你脚真的是，我这换新胎的，你洗锤子脚的洗，你洗脚的洗。老子轮胎会跑多久？现在还要去换个新胎，现在还要去换个新胎。哎呦我的妈！